健康加财富，知足就是福。大家好，我是邱正红。你刚刚你上面坐的，你问他，就是在那里，在那个 Epiglottis 跟 Tongue base 弯下去那个地方，哪一边在？本来在靠右，后来有点移到中间。哦，那也就是筋线筋很小，对对对。不然一聊，刚有骨关搞了。哦，中间来。一看到这肌肉，你知道？对对，哦，你还记得？我还记得，你看到这肌肉，你明星代志我还没记得。皮啊？不是，我靠的，我靠，后面。我看到。然后我在门诊给他用那个，给他夹掉的。那是要不是？你自己套走。好。哦，点。啊，那个我听清了。那我们先来弄，就好了，在那里哦。你讲我要搞，结果要个啥子？告诉我，礼拜四录完影回来就受不了了。他有人来哦，人在线哦。真的。哎，来个微信来，你看。我就跟他说不要为了镜头嘛，你就直接吐出来。对，刚好镜头带到我，不知道该不该吞下去，想说哎咬一咬给他吞下去，哇，结果他卡掉。你马上收拾，哇！我现在在拍的这个也是台湾之光哎，告诉你是台湾之光。对对对，台湾之光，台湾之光。当然啦。我就是因为心中有你当我的神，所以我才会才照亮了我的路。我想看几样啊，看虾呢，其他不要。这可以跟你讲，我比较轻松一点。他们讲高宇啊，要接吗？要接，我要接。哦，你我两边再靠一个。喂，我听一下，看见我听的。喂。嘿，哦，那个台湾之光，哎、等一下，借我拍一下，高雄，我一定要给这个大陆看一下台湾之光啊！哇、这是我们的张学义教授，台湾给中国看一下，不是大陆，中国，好的，中国，不是大陆，就赞了，好、非常棒。你不算小了，不算小，对，每次，外面都没有包覆什么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，请在下面按个赞。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，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，请按订阅。下回见。